妈妈也要落家里了吧？啊，搿搭妈妈要去的。只能花800块里个头发打底，八百块是吧？哦，哎，这个情况，等我看看，想想，我想到有个想法，因为买朝阳新城嘛。买不了，房嘛，现在房嘛。最起码两三年。最起码两三年了。哦，现在冻结了该。嗯。哦，侬搿搭准备自家住吧？我搿搭加脱。啊，加脱好加多少多少钞票？啊，搿是4000块。4000块了啊！啊，侬准备加脱了？跟侬搿搭，侬搿搭房子搿几座面积，侬晓得伐？几座面积嘛，对伐？现在搿搭侪把居住面积。哎，居住面积啊，使用权房，使用权房子我倒晓得。搿么侬使用权搿搭是使用权面，使用面积多少？使用面积14平方。哦，14平方没算到搿两只了啊。啊，搿只大概40平方。嗯。住房搿两只加起来几点七？几点啊？7.7。7.7哦。10几平方。哦。搿这几座面积算上去也要蛮多了，要30多个平方了，要30几平方。哦，侬加脱，搿搭自家钱嘛，侬买40个平方。搿搭大概侪加脱个多啊？一半加一半等。小青年，侬觉着小青年蹲辣搿搭，小青年蹲辣搿搭，一对夫妻，一对夫妻，上海人勿蹲，上海人勿蹲啊？结婚外地人啊？哦，上海人勿会开，上海人勿买房子去。哈哈。蹲了搿搭个老虎大中，社会最底层个人蹲了搿搭。嗯，估计养小人也吃力了，养那个小人地方太小了。不是，小青年勿蹲了搿搭，小青年忙房子买出去了，搿都要侪是老个。哦。侪是眼自个光有资金个，葛末侪是眼比较就是讲比较平庸个。哎。那伊有啥道理？伊搿个房子盖好以后，盖好以后伊不能买，勿能买，伊冻结了，伊连接了啥重新？重新要算过，伊侪改过了，改过原来个房头作废脱了，作废脱以后重新来过，来过。你想，哪家是搿搭是历史文物，还是属于土产权个？重新上产权，国家文物啊，应该是国家保护文物个。使用权嘛，使用权好买，应该讲。买嘛，侬使用权。哎，叔，我问问看，㑚搿搭自家出钞票了伐？譬如讲搿搭，搿搭个。张勋还是伊拉出个。那反正一方没拿出来就是，稍微贴眼，侬比方讲历史期了，上面贴眼。好，张建贴了2万5千块的呀。啊。你像搿种一套房子嘛，伊贴钞票涨，那套房子涨30块的呀。嗯。最便宜的涨钱，那可能也可以了，价格不是。嗯嗯嗯。好，搿那等于一方没出，嘛出出两点，出稍微意思，都1万块、2万块啊。哎哎哎哎，对。侬本来本来我讲公用的，现在就变独用了。现在应该好交关了。现在个房子有高新房子，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高新房子。对。比新的比新的还要，实际上施工费用还要结棍。嗯。一般房子分也新房呀。对。再讲侬外头个环境老好。环境在。我觉着外头环境，侬比如讲搿搭落花落啥，应该要把它好。大好啊！好门门，好门门，来门门口，是不啦？不能像妈妈早安先生叫出去。需要两米。啊，需要两米啦。侬觉得搿条伢卡弄好现在？前头还没等伊全部侪结束，我们要整理房卡，整理面积，房卡面积整理出来，每家人还是重新调好、弄好，搿只动作做完之后，侬再好忙嘛。对。哦，那8月份已经拿到房子了，又是。喏，9月份。9月份哦，搿蛮好。蛮好。那老夫妻嘛，搿房子呢，今年都是等我，我们家朋友。这个房子价钱哪个价？啊，不不价，这个自家等等一，我觉着一个人、两个人好等等。三个房子，三个人就不大好等。一个房子再哪能改，你前头走，你前头走，对方家就帮你顶出来。对。就讲你这个房子，跟人家新的房子的概念是哪样？对。楼市高里这个道上，相对不可能讲搿搭东西搭用顶出来。对。应该不弄来。你想到外头15。对吧？银行是15。哎，对，15。像有辰光隔壁头还比我大点了，又多了点。哎，多的有还有南北通嘞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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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一个是房子，侬刚刚历史文化根本就不是高楼里修的，是吧？就听前头三面墙，前头有两面三面墙，三面墙听出来了，那么人家不晓得侬老听个三面墙，搿拆起来拆不两样，拆不当房房勿拆，那么这个平面上去了，那么里向再隔离再拆，一楼在下头就搭基础，那么墙头旁边再浇石头，再浇石头，搿高浪呢再浇框架，有块当初抽搿再浇混凝土。这个批评比个房子真的老房子还要。所以讲伊拉讲面子功能嘛，营养功能、面子功能，哎，对对对，怎么可能做出来？你冰箱像炒火锅一样能造？对，那么多成本呢？你叫拆旧换旧嘛，你主要是保持原样。实际上已经是变脱了。哎，侬现在这个里向内部结构一个变脱，没有，侬后头个后立面往后头扩脱了，扩出去。哎。本身的后立面只有两面，侬现在往后头一扩。后立面就不对了，你真好看啊！你要是前面面是嘛没的，后立面变掉了，后头个就少包啊，搿搭搿种墙全部侪变光了。对，伊照看是好看。对，伊照看是好看。反正像像个书前头书，哎，对对。就跟王府是一样的。王府就原弄个两个房型，人家老西门房型个太苦哦。对呀。对不啦？书最多不是明年了，人家三老是。到那边又弄个人买出去了，对呀，三屋里老的人买，对，三兄弟老的人出来，对，啊，这曹香木呀，哪样哪样，不人家两房钱，人家那样都死了，啊，你不光，是的呀，你说最后能啊，那人家人家老的人家都死人家了。人家人家没能力，那里人家死人或者死掉了，这是出罪的。王府小孩十八区王府小孩，人家谁没老人呀，后头不去的，对不啦？哎，那有房子人嘛，我说去不去？对，没房子人怎么样？跟侬哎，现在外头是全部民户。对，我觉着搿搭还是比较好，真的比较好。虽然做到阿妈有点走样，但是大部分那不叫那吃草根，哪能讲呢？搿搭再叫吃草根，搿搭在矿个地下向了，侬讲呢？市里里向的人在矿个里向啊，像他们人呢，啊，反正养了家嘛，我是哪能弄，哪高兴哪能弄，哪能。对，我搿个地方侬只要，哎，我增加了，对不啦？哎，跟侬搿搭比老早增加了几个地方嘛？增加两倍钱。隔壁头大概侪差不多。哎呀，伊跑得多，这个搿搭一家人家是，搿少房才增加多嘛，增加一个多地方。哦。因为啥道理？原来是做五天的。老早做五天，上来拿伊挖黑石膏的。挖黑石膏，就拿伊房子做做五天上来嘛。挖黑石膏，挖到一个多地方。那么搿趟现在就五天找到外头来了。搿么搿只膏还拨伊。还拨伊了。早头比卫生间里就是刚刚那其他人没啥。哦，晓得吧？搿么有增加全部是好事体，对伐？侬反正是解脱，下趟东西还是好事体，对伐？增加一个东西嘛，到辰光随便把外头个事情做。对。因为做过一家人家了，搿一幢房子有一家，有就一家人家增加，对人家两楼一家人家增加。三楼做阁楼嘞，三楼做阁楼本身就，三楼谈到阁楼，三楼人家原来造房子个嘞。人家原来没，人家那个阁楼小，造房子生房子造四楼嘞。造四楼个别。毕竟少啊，不是每家人家。少，搿个地方刚刚人家少，侬三楼才少，搿个一栋三楼才拉平啊，等于三楼才四楼啊，出门难嘛。好，搿我倒不晓得。啊，真搿倒晓得勿晓得。啊，三楼人正面捧了面孔在那哭了，哎，可能。哦。三楼人家全部朝四楼啊。哦。四楼侬个前头朝到后头，人家都朝到对伐？对。